Ultra Dash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立贝贝哇塞》，你要卖多少？为什么又是 Toyota？ 上次才估一台那个叫什么 ？Alpha， 又是一个美规的，看到没有？你不认得对不对？这什么？在路上你也很难得见到，对不对？你几年出生的、啊？西元？九七啊，一九九七啊，对啊，一九九七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哦，差两年，哦，那是一九九五年。哦，哎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这两例我就爽了，跟我们上次拍的那台五门的 Corona Salon 一样，有这两例，我最喜欢这两例啊。脚灯啊，哦，超爱这个的。你买回来就站在这里把玩这样。对啊，我最喜欢玩这两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男生看到两例就特别喜欢。三例不行，两例少一例啊。我觉得三例啊，应该叫两例，少一例。不要，先不要，我很怕啊，我被弄过了，我很怕。这个是这个 Sienna， 啊，重音要放对 ，Sienna， 我们是这样念嘛，台式的嘛，嗯，但日本人家是念 Sienna，C E 的三千 CC 呢，哎，三千 CC 不错，没有超过税金哎，对，跟两千五百赚到是一样税金的，三千二以内，高一个级距而已 ，V 六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之前卖车这么久没看过它，没有买过。不要讲我没买过，我连新型的Sienna我都没买过。没有吗？对，路上一大堆那什么正佳自动车，每次经过滨江街，每次开那个十八标都会看到。我也没买过新型的Sienna，真的假的？那美规的我都不喜欢买。哦，你好像有说你不喜欢。我不喜欢买外汇车啊，那个人家那么会卖，我们干嘛跟人家抢？哦，你卖得过他吗？卖不过。你原厂都卖不过他，你卖得过他？不要拿你的。玩乐去挑战人家的专业啊，对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有，打篮球就好好打嘛，不要只念 NBA， 不要拿你的玩乐去挑战人家的专业，对嘛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个轮圈好熟哦，这看起来好像 Premium 的铝圈不是吗？会不会就是啊？而且这那么小，这那么大的车怎么会铝圈那么小啊？这十该不会十五寸吧？215/65，哇，有够小的，3000cc 配十五寸铝圈，听起来很会跑哎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小跑车的感觉啊！你想想看 ，Supra 现在是三千的，配十五寸铝圈，哇，够要求啊！干嘛高照你啊？油门踩下去一直转圈圈，开不走，永远开不走啊！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车，我也很新奇哎，而且这侧滑门应该没有电动吧？没有，没有，不要想太多。哇，这种车型长得很像以前的那种福特叫 Winstar， 然后尼桑叫 Quest。啊，是那个什么三菱那种 Gear Space 那种，那 Space Gear 吧？啊 ，Space Gear 是不是 Space Gear？ 哦，不是 ，Space Gear 比较像货车，不过车头很像。有一阵子美国很流行类似这种车就对了，大同小异啊，小异那足球小异耶。哇，你好活泼，大同小异耶啊，绒布椅耶，好那个年代，哎，你这车上的东西都已经有那种年代感了。这是什么啊？看起来像是。A 可立体就明天了。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， 那放多久了？应该是零件吧。好，他可能是从国外订零件哦。馒头呢？那是什么？他应该是从国外订零件。他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很难修啊？这个车，这个车要估吗？感觉是要自己从国外订零件回来修。哎，他是不是买不到零件，自己要从国外买回来啊？然后还有这个Toyota的盒子，哎，这应该都是黑啊，空气滤清器啊，另外空气滤网。电动椅还有用吗？Toyota的价格来用你啊，另外，哎呦，好，虽然移动起来已经嘎嘎叫了，但是还是可以。来，发动一下，哇，这个韩多鲁也是很眼熟。韩多鲁啊，哦，这个也是那时候美规的 Toyota 的那个定速棒哦，而且它是怀档，美规熟悉 Toyota 咚咚咚咚的声音哦。我们好几台美规 Toyota 的，双门 Camry， 五门 Camry 插进去就都是这个声音。跑22万，哎，它是跑 KM 呢，它不是 My 呢，为什么？你的技巧人不冷。在绕亏，他绕亏了。哎，对啊，在闪啊，在闪是什么意思？一点七人没摸高之类的啊。哦，对啊 ，AC 灯在闪啊。哎，他那块头塔连起不连？第一次啊，第一次我，我想到的不是这个。那你想什么？第一次和你分开。年代差不多了。这台车是这个，他有先打电话来问，然后我是觉得蛮有趣的。从业以来没有估过这个车，那我也觉得说蛮怀念的，就是这个年代的老车，方向机也是有一点是有声音哎，
小小的 V 了啦。哎，它旁边蛮有趣的呢，你看怎样有趣？它杯架在这里，而且它中间有走道嘞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哇，以前录音带的盒子。对耶，该不会里面有录音带？怀念哦。哎，有哎，啊，看看有没有声音，有没有办法听啊？哎，你知道以前可以用那个洗衣板。你知道那是一个伴奏？真的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是他放的吗？对啊，这是卡带吗？录音带啊。你不知道那个东西会发出声音吗？有有啊，你的年纪有啦，还是有看过了。你的年代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发出声音吗？小朋友，好，如果看我们的里面有年轻人，你不知道这个东西，好，大家跟你讲解一下，它是会发出声音的。排档也是很怀念的，哇！只要把排档坐在这个地方或这个地方，就是可以把走道空出来，像 CRV 二那种。以前 Escape 什么，就是把个车把这边空出来。哦，它这个都有做扶手，以前有来做两边跪球的。啊，是哦，左边也有跪。回家呢？那美国距离比较远嘛。哦。公路啊，好，比较远，两边跪。会当困吗？哎，我上次看有的车。跟车有没有怕你睡着有没有？嗯，他侦测到你睡着，他就打双黄灯，然后就靠边停。有，就不让你睡啊，跟摇摇一样。跟摇摇还可以调哎，可以调高低，高低前后都好。好，目前发起来引擎还蛮稳定的。好，先关掉了，妈的没冷气，发动它也没什么意思。我本来想说吹个冷气啊，我看到这其实还蛮兴奋的啦。说实在，第一次看到这个车啊，三排椅啊，第二排是两人座啊。哎，这边有杯架，哇，哎，而且它这门其实也有杯架呢。到底有多爱喝那个饮料？美国人喜欢吃麦当劳啊，在车上吃吗？哎呀，好，第二排坐下。哎，哎，它这是宾士的呢，它的雷士椅套是宾士的哦，而且它后座这个有出风口，这也可以调整温度跟风量呢。哦，而且这里有像那个可以调整游览车的出风口。哎，其实这个也可以当老板车哎。你最近怎么一直在看这种车啊？我没有一直在看，都是他开来估的啊，又不是我出去找的。哎、欸，我公告美术刚刚我出去招的嘞。哎、欸，以后有没有人要卖老板车？哎、欸，这赛季车做头家出去盖看嘞。哈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行？低调。哈、啊，这也太低调了吧！我敢不坐公车就好啊。你公告呢？我敢不坐马特拉，迄一只几啊百万，敢无好？啊，我坐这多啊，人想讲我要送啥？哎，拍谁哦？我纸箱没了哦。哈，哎，讲的好像人家开这个车是哎。哎、欸。人家开个车库这样糟蹋，糟蹋人家。啊，纸箱在那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。没有纸箱，保特瓶可不可以？靠腰。哎，其实椅子蛮舒服的啦。以前这种车绒布的都做得很软。绒布是不是比较不会塌、啊？都一样啊，里面都一样，只是外面边的皮不一样的。哦。哇，这车很大台哎。而且这个可以翻哎，它是要翻的嘛？会不会坏掉？看，我要研究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它这后面有两个扳的，不知道干嘛。它可以倒下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。哎。喂，什么意思？拆起来了。那个，你车皮椅师傅哦，要拿去钉杯哦。他怎么拆起来了？他要干嘛啦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拆起来了。荒谬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干，它可以变成对坐啊，可以打麻将这样哦。你知道可以转过来，哇。等一下。这样我知道为什么它杯架做不对称了。真的是这样子拿让你这样用的吗？我觉得是，我现在前面勾进来了，好了，哎、欸、好了，哎、欸、好了，啊对坐要干嘛？不是，这样是怎样？啊？刚刚那样怎样？握手言欢。对啊，比如说你抱着一个很大的，买了一个很大的气球啊，或是一个很大的家具啊，你这样抱什么？啊抱一整路这样。保护它，对啊。不是你这样对。跟对面对坐也太尴尬了吧，不熟的话、欸，你怎么可能一台车有不熟的人啊阿伯你买啥呢呀？哎妈，没办啊！我觉得哎、欸、比阿法好呢，阿法好像不行呢，不行。换一个角度说啊，把这两个椅子拆掉，就变 CEO 呢。CEO 你知不知道？就是所谓 CEO 就是只有前面两个位置，然后后面超大。对，中间没有，然后这边就是超大空位，比如说摆个桌子或什么，好。只有最后面两个位置这样。哎，那北北刚生啊呢，刚那刚买单买啊了，那再来生。应该是要这样子说。带给我观众没？好，好弯。好。啊，侧面有一个 Sienna 的这个指标。哦，车顶有行李架。
看一下后车厢，舒服。哎，这什么？哦，千斤顶，你看都还在，很棒哎。哦，它这个趴下来后面有杯架，你看有没有？我有，自杯架，自杯架，而且它这里有写，可以掀起来，还可以拿起来，它可以很多样化。哦，这样子拆起来，但我又把它拆起来了啦。一台车搞到剩主驾跟副驾两个而已。对啊，这空间变化很大、啊。你如果全部拆起来放在家里，你就整个都可以载东西嘛。可以载两个三具嘛？哎呀，不止啊，你四具叠着放可以放六到八具。你是说什么东西？那个高尔夫球袋啊。啊，高尔夫球袋。对对对，那不止啊，十几具有了。你说五言绝绝句还是五言绝句？七言绝句。七言绝句。好，外观看一下，外观要看吗？你根本就没在看嘛。我不太想看，因为我跟他，哎，这个窗户可不可以开？感觉跟蝴蝶窗的感觉。对，我看有没有蝴蝶窗。哎，有哎，还是电动？没有。哎，还是电动的。我说在前面用按的。你觉得它看起来像可以开吗？我觉得它看起来像电动的耶，有个机构哎。什么机构？社会福利机构。哎，讲到这个什么机构，我想说是以前有没有？我就载一个老伯伯啊，算朋友啦，上车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要处理哦，小事。”哎呀，因为阿弟只要载我来捷运站好不好？哦好啊，我们阿弟边都会站，因为随便啊，什么站拢会载。哦是哦，阿弟我载你来清新福泉人影站。哎呦，啊是哦，这站哦，我有啊。哎呦，真的吗？还阿弟都会站？哎，每一秒呀。他不知道七七五元可以站两倍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来看一下他那个蝴蝶窗。是，我找一下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按钮啊。哎，干嘛？哎，我听到一个声音呢。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蝴蝶窗 ，rear van 右边，这 rear van 嘛，所以这是 left van 嘛。啊，没选，这样哦、喔。没有 ，rear 是后面的意思啊。rear van， 所以左边没动是左边坏了，所以是应该是要两个一起开，左边都坏掉。左边坏掉了。吓死我！我想说，怎么会有人开关只选右边，没有选左边？啊，方向灯选左边而已，右边没选。那我也选配，那时候是连窗户都要单边选配的，我怎么受得了？看一下引擎，应该是漏油漏的蛮严重的吧？我猜。哎，发电机新的，哎，其实蛮干净的，没什么漏油哎。哎呀，蛮干净的啊，有啦，下面湿湿的。它这个车，我觉得应该是当初不知道是不是从国外带回来，一路照顾。V6 3000cc 4 cam 24V 还不错啦，老顺呀老顺，是啊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要买哦。你啊？哦，对，我正想要接这一句。看完了，玩完了。哎，轮胎几年了？有需要看吗？不是都要换？能省则省啊。哦，很久了哎，2018年的，随便拿去跟客人沟通一下，因为报50000的，我相信他应该很舍不得卖啦，因为之前也沟通很久了。报50000他是不太能接受，但是我也不太能接受，不然这个车要多少钱？我50000。都已经，我觉得算很有勇气了呢。有啦，有可能中东那边是非洲或中东那边，应该这个车他们还是有用，运兵车啊之类的。哦，他们那椅子还可以拆掉。他们对他们喜欢 Toyota 的车，对，我认真啊，这出口可能真的还是有路走，我觉得啦，我猜啦。那我们要去那里设点了？设什么点？小狮汽车那个啊，当靶是不是？我先当靶啊。好，我先研究一下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多那个，反正这个回来我们就是做研究使用。好，稍等我，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，好吧？哎，不要回来，马上走开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回来，马上走开。Ultra Dash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你在看什么？没有在看，这是伤还是？这样是水泥哎，其实这不是伤哎。哎，其实这雅库还不错，它有贴边条。其实它整体还不错，就是一些保险杆有一些伤而已，可是其他都有贴边条。我最后就跟成交的金额就是45000块钱。你给人家又再扣5000这样？这已经算小小扣了，没冷气呢。哦，对，没冷气。这冷气不知道要修多少钱呢？搞不好冷气一修起来跟这台车残值是一样的钱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？好像是这样没错。他这回来是真的买一个情怀，跟做学术研究使用。你看那个天线，弄得跟拐拐一样长。拐拐你怎样知道？抢救连大兵当兵的那个。你看回我啦。好啦，反正哦，这个就是买一个情怀啦。啊，当然人家很舍不得，一台车开那么久了。对，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，我们还是要震惊一下。这一台车，人家也是好好的守护它这么多年，的确是一台很方便的车啦。Toyota 的车虽然
很妥善率很好，但年份旧了，全怕少壮，再怎么养生，年纪到了要服老啊。对啊，还是要服，年纪到了你还是要服老，对不对？不得不服老。我是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小时候啊，在路上是偶尔是看得到的，然后曾经这样的一个车款啊，的确是曾经有流行过的，那是后来 Previa 出了那种更加流线之后，而且我觉得很神奇， Previa 出了以后竟然没有车跟他当对手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哦，对哦，那时候还没有 Previa 真的是给他爽很久， Odyssey 也是很后面的，很后面，他独占市场超久，就没有人跟他出差不多的，然后一直到现在才慢慢有一些七人座，其实现在七人座也还是很少，现在有多一点点的，但现在其实还是很少。好，所以这种车呢，我们就买回来看有没有机会，有机会吗？你是不是只是好啦，反正就回来试试看看嘛，试看看什么，隔壁研究看看有什么好玩的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、啊，就觉得蛮有趣的、啊，好不好？哎，这集的你要卖多少？我越玩越心虚哎，就研究了一下，觉得哎，看好像有点后悔，吃个大面就可以买一台车了，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。举手之劳做环保而已吧，青山绿水永得保。我们车厂越来越像做环保回收的，越走到后面越像环保回收，你不觉得？我有时候夜深人静，我越有这种感觉，完蛋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一台啊，西元2000年，我怎么就讲这个年份讲出来，人家讲历史故事？今天这台西元2000年的 Toyota Sienna 的这个你要卖多少？跟大家分享一遍。最后我们收购价钱是新台币45000元，3000CC 的哦，七人座的哦。特殊的车款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后续呢如果有更多新奇的影片再跟大家分享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，非常开心想当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Sienna。Ultra Dash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